好得意。十幾年前，當時係沙士，當時係正值沙士。咁咧，容祖兒開演唱會，咁沙士完咗，大家去出翻嚟聽演唱會，咪好開心。所以就寫咗呢首歌嘅，歌詞係 Wyman， 今日聽翻，完全配合翻今日。大家可以上網抄翻歌詞聽，你睇翻成份歌詞，講緊今日。我都希望呢份歌詞可以帶翻當年沙士完結咗之後，慢慢慢慢所有嘅嘢都經濟又好，咩都好翻。呢首歌叫做《Show》啊。咁而家呢一隻咧，其實係某個女歌手嘅處女作嚟嘅。其實唔係鄭特，我印象中咧好多新人或者係舊人啊。他們出道的第一首歌呢，不知為何都是我寫的，雖然我霎時間不太清晰我會想誰，但這個絕對是其中一個。這首歌就是薛凱琪的出道的第一首作品，叫做 XBF。 但最後未想過放棄，但被人放棄，變成前男友的你走。我感受是越唱越high啊，因為唱下唱下，我覺得個人越唱越放嘅，嚇，同埋係我好少有咁樣連續咁樣唱十隻八隻歌啊。咁而呢啲歌全部大部分都係我自己嘅寫俾其他歌手嘅作品啦。咁所以其實係我點樣去用我方法演繹佢咧？其實就係我自己都有時唔係好肯定，因為聽佢哋已經聽到耳熟能詳，有時諗我都會受翻啲歌手影響，點樣去演繹翻我自己嘅作品嘅。咁但係最終就係我覺得係豁出去，乜都唔好諗，總之係感受現場氣氛，感受現場嘅無論係啲網民喺出邊 fit 翻嚟嘅能量，還是喺現場呢度我哋有幾十個觀眾喺度，我都係感覺到啊！我嗰一刻我想咁唱就咁唱啦，唔諗咁多啦。咁點知我真係一首唱俾一首 high 啊！咁我其實講真。唱十首歌，如果你用氣唱都好攰啊！但係我點知越唱越唱越有氣，我好神奇，我覺得好神奇，呢樣係一個 miracle 嚟嘅，係啊，係啊，係啊，會啊，嚇！所以我就呢係對我嚟講係好熟悉嘅旋律，係我自己生出嚟嘅作品嚟嘅。但係當歌手唱完之後咧，係有咗一個新嘅生命，因為呢啲歌都係俾佢唱得好成功嘅作品嚟。咁所以我自己去唱翻嘅時候咧，我就要諗下。到好像不是我作咁，因為已經佢有咗另外一個歌手的氣場喺入邊。咁但係我自己就覺得係我感受翻我當年點樣去得到呢啲靈感，而好似坐一個時空時光倒流，我翻返去嗰陣時，然後咧去將嗰陣時攞到而家，用而家嘅能量去演繹當時嘅靈感，我覺得係好特別嘅一樣嘢，所以我好高興今晚有一個咁樣嘅機會。都會㗎，係啊係啊，因為今晚我知道要唱十首歌嚇，咁就亦都係主題就係要唱廣東歌嚇，咁所以其實我就主力去揀翻我嘅廣東作品啦，咁就我亦都希望揀一啲大家會比較熟悉少少嘅，咁亦都係我自己都好喜歡嘅作品咯，係啊，咁所以就我精挑細選咗呢十首歌，但係其實因為仲有好多，例如古巨基我已經寫咗好多歌俾佢啊，例如《天才與白痴》啊。天氣會變啊，所謂愛情啊，有你一天啊，嗰啲我都冇唱啦已經。有啲歌我自己都好中意嘅，例如俾陳冠希嘅《冒險樂園》啊，許志安嘅《孤家寡人》啊，陳奕迅嘅《少見不怪》啊，嗰啲我都冇唱到啦。但其實都係我好中意，所以我好難，我揀咗好耐先，呢十首啦，但係都忍痛唔唱嗰啲咯，係啊。咁其實我一直都有諗嘅嚇，咁但係就睇時機啦，咁一嚟而家未必係一個好嘅時機啦，啊或者將來亦可能再儲多啲歌又好，或者係突然間一個好嘅時機啦，同埋因為作品集亦都有好多人做過，我唔想做一個千篇一律，就係話我揾歌星唱翻你之前做嘅作品咁有一晚啊咁樣，我希望有翻少少心思嘅，咁所以係睇下幾時會咁嘅天時地利人和啦，咁甚至我自己都可以唱。唱翻一啲我作品嚟嘅，咁其實因為我出道係一個歌手樂隊先噶嘛，咁所以就我都冇忘記呢個身份嘅，咁其實最近我自己都有出過兩隻個人嘅新歌，咁所以就而家呢個市道呢個環境，目前好幕後好，其實大家盡量去
為咗音樂去做貢獻就得噶啦嚇，唔好諗太多嘢嚇，因為而家唔係一個最佳嘅去諗商業嘅時候，但係我哋儲備好我哋嘅靈感，儲備好我哋嘅音樂上嘅修養嘅造詣嚇，第一定有機會發光發熱。你教跳舞唔係啲螺絲粉俾你比噶，你教跳舞唔係唔識啊，好叻㗎，係嚟數啊！多謝，我哋今日好多謝Dave，你帶咗首新歌啦，同埋都教咗阿Will呢幾拍舞啦，多謝你。Thank you。你可以休息一下啊！我知道你有新歌推出，同埋你係咪出咗個碟啊？係啊。俾只麥佢先。好啊，個麥俾你咪。隻碟咧？就應該喺阿師傅度嘅，係啊，咁咪聽到邊個嚟？係啦，佢簽咗名俾我㗎，係啦，我有名㗎，係。我帶多咗四隻 CD 過嚟嘅，咁我哋係咪可以送俾？可以啊，可以睇下啲觀眾中唔中意啊。好好，係啊。其實就係同平時咧做普通嘅 show 真係唔一樣啦，因為做呢啲 live show 咧，其實我應該係第一次嘅，即係去到咁 full band 咁樣做。咁啊，開心就係開心在當然今日同阿添 Sir 喺埋一齊啦。咁啊，佢帶住我咁樣出咗嚟呢度唱呢個 show， 咁啊，亦都第一次唱我自己嘅新歌碟《戀花》，咁啊，好開心咯。是其实因为跟阿添老师都认识了一段长短的时间，跟他的合作就一直都很开心，因为其实跟他之前呢即是很多时候都有机会合作一下的，即当然是幕后的一些事情，很开心他今天都跟我一起即唱，不过遗憾就是遗憾在他没有跟我一起合唱咯。其实好得意嘅，即系做一个现场 live 咧，同平时做现场表演系争好远，因为学你话斋冇乜观众啦，即系嚟嚟去都系可能自己人啊，一班人啊咁样，啲观众系透过一个即系电话啊，一个电视啊咁望一望你咁样，这个感受都几得意，即系可能嚇，添實話齋，你即係投入自己隻歌去唱咧，即係比起人哋冇反应，你都要继续去投入唱，呢一样嘢系一个好好嘅学习嚟嘅。其实去到做直播的话呢都做了一段时间，就是因为疫情的时候即是开始做一个直播唱歌，其实因为跟大家太久都没有去一个交流，或者即是没有活动见到我，咁你话都好啦 ,keep 下啲人气啊，即亦都想回馈下啲咁多年支持自己嘅人啦、啊。咁我觉得做呢一样嘢好嘅，但係即屋企里面呢放置嘅都多咗，又要搞盏灯啊，又要搞个咪啊，又要去 set 一啲 monitor 嘅嘢。咁所以呢啲嘢我真係新学嘅啫，真係我好朋友去买好多嘢返嚟，大家研究我点搭线啊，即呢啲嘢真係好搞笑囉其实。Live Music， 多謝大家。Hi, 大家好。大家好。其實在一開始我哋收到個歌 list 嘅時候，我知道係 Team Sir 咧，其實我哋已經係超級緊張噶啦，係啦，咁就好希望樣樣都做得最好啦。咁當然我哋做 live 就我哋知道我哋即刻出個聲就即刻俾大家睇，咁所以我哋係更加緊張，咁啊樣樣嘢都希望做到最好，係啦咁樣。咁都係啦，同埋好見到阿 Team Sir 嘅功架，係啦，真係係啦，好睇到佢功架，咁啊 live 見到真係超開心。佢有俾 comment 其實都係真係好開心啊，因為即係未認識 Team Sir 之前啦，咁就係即係聽佢啲歌啦，咁啊覺得哇把聲好聽喎，但係佢有少少惡咁樣嘅，個感覺好有威嚴咁樣咁啊，咁我哋就希望合作得順利嘅。咁我真係見到佢之後咧，發現啊，原來佢一個好 nice， 非常之真係好提攜啊，即係。係咯，即係一個支持新後輩的人嚟嘅咁樣，咁我哋好開心，佢亦都表現得好好，唱得好好，我哋好開心。多謝添 Sir， 多謝添 Sir。又 OK 喎，因為其實如果 live 嘅話咧，你知道香港樂迷咧比較會含蓄啲，即係你睇 live 可能台下好多人，但係都好靜，最多揈下手啊，拍下手。但係喺電話可能見唔到樣，會暢所欲言啲。咁你見到我諗喺 live 見到阿 Will 都唔會。即係啲 fans 咧都唔會有啊，大嗌耳朵咩耳朵啲華人啦，係啦，係啦，所以我覺得應該會比較真添啊。如果隔住個電話，係啦，即係雖然隔咗個電話，但係其實個感情傳遞應該比較好。
落，係啊，同埋見到好多心心啊，一見到啲心心係咁升上嚟咧，我哋就哇好多人喺度，好開心。現實冇得懟個心心出嚟咁。點可以追蹤我哋啊？你首先咧，第一個咧，係咪係咪有連結啊？Subscribe 咁樣，係啦，咁啊，我哋嘅 Dean's Live Music 嚇 ，D E。Dean's Production 係啦，DEANS 咁就可以喺 Facebook 揾到我哋啦，同埋IG 都有我哋嘅係啦，仲有 YouTube account 咁樣，係仲有我哋 account 做 YouTube、Facebook 啦、IG 啦，同埋 YouTube 都可以打呢個 Dean's Production 咁就揾到我哋。係啦 ，DEANS 有個易啲嘅方法啦，就揾阿 Will， 就揾阿 Will 啦，揾阿 Will 就會揾到我哋嘅。名易串啲，係啦 ，Will 係啦，個名易串。好啦，講多次 Dean's 嘅名 DEANS Production 咁就會揾到我哋㗎啦。Thank you， 多謝大家。遇得更多落寞，我已經一步。